阿浩，哎，小月姐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我刚刚去你家找你，你姐姐说你到这边来干活了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好吧。你说你怎么在干这个活呀？这得多累呀。没事儿，你看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做，做了这个还可以多挣点钱。你看你这么小的身板，你说你一天天能吃得消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吃不消呢？哎，你先休息一下吧，你来喝口水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等下老板看到以为偷懒，被罚工钱。你这应该没事的吧？真不用真不用。哎，小月姐，这里比较危险，你去车里面坐着吧。对了，阿浩，我刚刚去你家找你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个人好像在找你，应该有什么急事儿，要不先回去看看吧。找我有急事？行，那我把这一车拖过去，然后我给老板说一下。行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你。行，你慢点，阿浩。小月姐。好了吗？已经说好了。那走吧，上车吧。我就不坐你车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看我身上挺脏的，等人车都给你弄脏了。没事儿，你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，阿浩？我走路就行了。哎，走走走，上车，走走走。那这样，我拿个东西垫一下。拿什么呀？你这是干嘛呀？哎呀，不用。小月姐，你要不垫我就不坐你车了。哎，你拿给我。你真的是太犟了。没事。哎，坐前面啊。啊，坐前面。对。哎，老表，你怎么来了吗？好噻，快噻。工资发的没有？还没发呀。你前段时间等会儿这些钱没该给我了，我记得要了。不是，你看身上也没得，工资没发的嘛，这个宽限一段时间。那你都想办法了，我准备结婚了，你说咋整呢？大哥，多少钱我这儿有，我给你。这是你朋友？他有吗？你喊他借给你些。不用，你快。没事没事。真不用真不用。我这儿有，我真的有。我想想办法，我给我两天时间，好不好？不是亲戚住哪个现在借钱嘛？你看我现在急得要，咋整嘛？又不给我。龙哥，我明天把我们养的那个猪拿去卖了，我去把钱拿给你。阿浩，我真的哟，我给你，你先还给他。真不用，谢谢谢谢。那我等你卖猪卖了，我再拿哟。要得。好，你晓得我这个时间急。就两天时间。要得嘛，要得。那我走了。大哥，你把这个拿上。啊，这都不好意思啊，我走了。你把猪卖了给我哟。好，慢着哈。要得哈。阿浩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就姐姐前段时间生病，找他借了2块钱。那我这儿有，我给你，你先还给他呀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有办法的。我真的有，我自己真会想办法。你坐一会儿，我去做饭去了啊。坐着。那好吧。阿浩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等一下，你尝一下我们这边土鸡，特别好吃。可是它也太可怜了吧？那鸡养着就是用来吃肉的嘛。哎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等下手上给你弄脏了。没事儿，我又不怕。这个味道太重了，等下你一身全是这个味道。好吧，那我去帮你生火好不好？行。阿浩，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羊肚菌和我们农家的小香菇。你没吃过吧？没有。特别好吃，和鸡炖在一起。赶紧吃吧。哇，好香啊，阿浩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可怜。那你多吃点肉就不可怜了。哎，多吃点肉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你上回走是不是给我留钱了？我本来想当着你的面给你的，但是我又害怕你不收。哎，不准去。你要是现在去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那吃饭吧。阿浩，真香。阿浩，我这次来是向你告别的。你要走啊？
奶奶她生病了，所以我得回家一段时间。奶奶严不严重病呢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但是我还是得回去一下。那你还会不会再回来？我还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过来啦。那先吃饭吧，先吃饭。先吃饭吧。阿浩，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啊。不是，这还有啊，你多吃点。我真吃好了。你看这还有呢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做的饭菜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那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不用。没事，我送送你。那行。阿浩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阿浩，你把这个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拿去退掉。已经没法退了，吊牌都被我扯了。你把它拿着。多少钱我转给你。不用，这是我专门买给你的。你看这么冷的天，你天天穿这么单薄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拿着。好，谢谢。那我走啦。拜拜拜拜。